今晚之後啦，你就攞到你人生嘅呢一個金章啦。咁但係對我嚟講咧，你哋就會係我嘅金章啦。我都決定咗嚟緊會以義工嘅身份去支持 AYP， 希望可以由參加者變成同行者。我喺呢度再次恭賀今日在座嘅得獎者，你哋獲得嘅獎勵咧，真係唔單止係一塊金章，更加大嘅獎勵係嚟自你哋喺 AYP 旅途上得到嘅美好回憶同埋真摯嘅友誼。将并不是 AYP 旅程的终结，衷心祝愿各位青年人日后继续坚持 AYP 的信念，坚定前行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。